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布艺收纳篮，我这里做了两个大小不同的篮子。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大的来示范一下。需要准备正方形的表布、里布、单胶棉，还有四颗扣子。扣子呢，就是用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种小的呢，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今天我们制作一个比这个还要大一点的篮子，裁的布料呢，尺寸是30厘米的正方形，那么单胶棉呢是不留缝缝的，净尺寸30厘米，那么这个里布呢，我们是30厘米，再加上一圈7毫米的缝缝，那么表布呢也是和里布一样大，那么因为它是在外面，所以呢我们尽量选用这种厚实一点、耐磨一点的布料。那么首先我们把单胶棉熨烫在表布的背面，那么熨好之后呢，我们把表布和里布的正面相对，然后对齐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留一个反口，然后沿着那个画的缝线把两块布呢缝在一起，缝好之后我们把四个角这样剪一下，之后我们把它翻出来之后呢，那个角会比较有棱角一点，然后我们通过反口把这个翻至正面，翻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皱，我们可以把它熨烫平整一下，调整一下。那么调整好之后呢，我们用长针缝把反口缝好。缝好之后打结，然后把结呢从这个地方藏进去，然后切断线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标识点。怎么做呢？是在每一条边上都做两个标识点，分别是从左端往中间量，量的尺寸呢就是整个边长的1/3。然后呢，在右端再往中间量，也是量个10厘米，然后做上标识点。然后呢，我们需要在四条边上都做上这样的标识点，每条边上两个。尺寸呢是从两端往中间量，边长的1/3的长度。量好之后呢，我们把像这样。把角这样对折起来，表布是朝里的，把它对折起来，然后你看这两个标识点正好就重合了。重合之后呢，我们把这用卷针缝把这个位置呢把它固定起来。但是记得要把结都藏进布里。
用这个方法呢，把四个角都这样对折，然后在标识点的位置把它缝合起来。那么四个角都缝好之后是这样的，那么表布呢是在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就需要把它翻过来，把表布翻到外面，翻好之后呢，这几个角就再到里面去了，是成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要开始整理我们的四个角。方法呢就是像这样，我们用双手把这个角掰开，拉成一个这种轴对称的形状，像这样，两边要均匀。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往下折，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用夹子把它夹起来，暂时固定一下。用这个方法呢，把四个角都折起来。比如说，这个角也是这样，把它掰开，成一个对称的形状。然后把角翻下来，我们注意看这条竖的这条边长度和之前翻出来的角的长度要大概一致的。角都固定好之后呢，我们就把用针线把它固定起来，就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缝透，从表面一直缝到里面，把几层布都缝透。就这样固定个两三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再缝上一颗扣子，这样呢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然后可以把这个缝的这个地方呢给它遮挡一下。这个具体固定的点呢，我们可以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保证呢在比较居中的位置，然后四个角呢固定的位置呢都相同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是需要把线头藏到布里面去。好了，这样四个角缝好之后就成这样的形状，我们的这个布艺篮子呢就做好了。我们准备的30厘米的布做出来的篮子，我们看一下底部的大小啊，大概就是16厘米，然后这个方向呢是比16厘米多一点，那这样一个篮子就做好了，可以放一些杂物啊，都是很方便的。然后这个篮子呢是我之前做的裁的尺寸的，准备的材料呢是20厘米的正方形，那么这个最小的呢是边长为15厘米的正方形。那么这个篮子的最大呢，我就建议就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再大的话呢，装的东西会比较重，然后它会底部会变形，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布艺收纳篮。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我交流手作的心得。